家好，欢迎来到由小兔奔跑烘焙学堂打造的产品制作节目，我是香鱼。树艺烧仙草还有一个系列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，也就是益菌多系列，加了养乐多的成分，无论是你刚吃完火锅还是刚吃完甜点，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，酸酸甜甜的，非常的解渴。那么我们所使用到的工具以及原材料有雪克器、出品杯、小兔奔跑定制果糖、浓缩的乳酸菌、吸柚肉、过滤水以及冰块。其实呢，这款饮品制作的方式非常的简单，也就是把我们台面上的这所有的东西加进去雪克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先加入这个吸柚肉，吸柚肉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单独的直接加到出品杯中，那么加入果糖，加入这个浓缩的乳酸菌，加入过滤水，最后呢加入冰块，盖上盖子稍微雪克一下，顺便把这个吸柚肉给打散。雪克好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倒入出品杯中了，这样子呢就制作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？西柚本身的味道比较偏酸，带有一点点苦味，如果你想要迎合更多的消费者，也可以把里面的西柚果粒换成为红柚果粒，又是另外一种风格。那么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更多开店干货及饮品配方就在小兔奔跑烘焙学堂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